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森。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如何做出这样子韩系的圆蓬蓬的这种圆弧感的短发呢？不用烫发哦，我用的是这支 Mutt Hair 的 32mm 全方位智能直卷二用整发器，它可以夹直也可以夹卷，一支抵两支，是不是很方便呢？然后我之前有分享过呢，是这个 25mm 的那个直径比较小呢，做出来的卷度会比较小，然后比较明显。那这支 32mm 的呢，卷出来的就会像我现在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弧度，比较大的 C 字弯。那这个跟一般内弯的差别呢，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就是我上层有加了一点外卷，所以你在侧面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层次感，然后这样子整个看起来的头型也会更立体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变发咯。那如果你想要改变造型的时候呢，想要让这个头发比较有线条感、利落一点的话呢，你可以把这边呢，把它调成直发夹这里。我们调成直发夹之后呢，然后把它向外卷翘的方式呢，就可以夹出这种比较利落的线条感。那我觉得在使用上呢，其实如果你想要发型更多变换的话呢，这种卷发夹、直发夹二合一呢，会是很方便的工具。我们如果选卷发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出比较大弧度的内弯，或者是比较蓬松的效果。那如果呢，你想要比较利落的线条感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直发夹的功能，除了夹直夹顺头发之外，也可以抓出一些发束，做出一些这种线条的感觉，那可以营造不同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支对于你想要很频繁的变化发型造型的话，是很好用的工具哦。好，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话，请记得要帮我按赞、加入订阅哦。那关于图文的步骤说明还有商品的介绍呢，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请大家点资讯栏去收看咯。谢谢大家，拜拜。